位观众讲，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。来到今天台北股市一度盘中登上了20000点以上的历史新高纪录，不过盘中一度也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，中场涨91点，收在19785点，成交量呢是5713亿元。盘势怎么解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华信投顾张大文分析师，大文老师好。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全国同学打给后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，一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光掌握，赶快您先请教大文老师。好，不啰嗦，我们一再强调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全国同学啊，赚钱没有偶然，没有侥幸，凭的是专业，操盘专业啊。那大户筹码底部起涨，股价才会大涨哦。但是如果大户筹码高档转空的话，很抱歉呢，股价是要怎样？是要大跌的啊！好，恭喜全国东森同学啊！昨天台股在台积电带动之下持续大涨创新高，但是张老师昨天已经在全国电视媒体是不是公开呼吁，特别叮咛你，特别提醒你，特别警告你啊！事前预告啊！我说台积电上演飙风秀，但是将近70%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股票，阿壮不会涨嘛？所以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啊！啊，昨天看到台积电大涨，指数创新高，今天一早台股9点多攻上了20000点，你又兴奋了，那就很麻烦了啊！所以我昨天已经特别叮咛提醒全国同学，台积电上演飙风秀，你要小心哦。70%股票是不涨的哦，那筹码转空，大户筹码高档转空，不论是指数、股价，是要怎样？是要向下修正，甚至大跌。好，不啰嗦啊。五天啊，五波比啊，对不？恭喜所有全国同学啊！我就请问你嘛，啊，大户 AI 城市操盘法嘛，对不对？给阿里是什么时代了？是大数据 AI 城市的时代嘛？啊，尤其操作大盘指数的啊 ，AI 城市计算法人筹码啊，你只要实实在在跟着 SOP 执行操作啊。大户筹码转多你就做多，筹码转空你就要懂得高档向下放空操作啊。哦，那 AI 城市明确的多空方向时间价位嘛，该多该空已经不是你在啊，用人为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在那边啊，赌大小啊，赌输赢啊，没赛啊呢啊，要有专业的依据，专业的工具。所以我昨天已经一再的苦口婆心了，高档转空是要大跌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 AI 城市就是有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，哦，你要跟紧大户筹码。来，全国同学，今天3月8号妇女节啊，先跟全国妇女说声恭喜啊，那再来就是恭喜我们全国啊跟上操作的全国同学。我请问你啊，台股今天9:40攻上了20000点，那我请问你，给阿里立底冲上，你在干什么？站上20000点，你在放鞭炮吗？你在兴奋吗？哦，那也很麻烦喽，对不对啊？张老师昨天已经警告你了啊，筹码转空，小心是要大跌的啊。今天一早我们9:06了，来，全国同学通通有，一早9:06通通收到这通指令嘛，台指在压力19990、19970附近要干什么？逢高要干什么？要懂得先短空一下了啊！大盘终究涨了几千点了啊，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啊！啊，所以今天9点多，我只请问全国同学，今天9:30以后台股攻上了20000点，你在做什么动作？啊，其实我们不管做一切的动作，只有一个
目标嘛，只有一个目的嘛，要赚钱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台股今天九点多攻上了20000点，我只请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你在做多，那很麻烦哦，啊！所以今天全国同学亲眼看一下，我们9:06全国同学就是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。19990、19970附近，你逢高就先给我空。啊，有没有来？通通来了，还来了20000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要放空呢？今天为什么来到20000点附近？为什么要放空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全国同学亲眼见证 AI 程式的功力嘛 ，AI 程式的效用就在这里嘛。今天 AI 程式19987。这是什么转空嘛？有没有？哦，翻绿转空啊，翻红才是多啊。所以今天来到20000点附近了 ，AI 程式已经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你，19987是正式的向下一个翻绿转空嘛。所以你知道张老师哦，我不是在乱搞的啊。为什么一早来到快20000了，对不对啊？别人在放鞭炮。我带着全国同学赶快进场去放空990 970赶快空，为什么？这是千载难逢的高档转空的一个机会嘛。那高档转空股价是要怎样？是要大跌的嘛，有没有错？19987 AI 程式清清楚楚白纸黑字19987放空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有没有让你探紧？一口气杀到了多少？19638，哎，获利多少？是不是300多点？是不是轻轻松松一早跟着19990附近放空？今天300多点，是不是送分题啊？那今天台股盘中开高杀低，你会不会很害怕？不会很害怕嘛？就是赚钱就如此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一早啊。AI 程式全国同学已经清清楚楚，张老师已经告诉你了，在20000附近逢高就是要空。那 AI 程式在19987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翻绿转空，所以跟着一早空下来的全国同学300多点嘛，是不是很轻松？是不是送分题呢？是不是送分题？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一早的短空的动作就是送给全国38妇女节最大最大的礼物嘛。你做指数都很清楚啊，这一口哎快70000呢、欸、对不对？你操作5口就30几万了、欸、是不是啊、哦、多开心啊。好，那 AI 程式欢迎把专业的工具带回去啊、哦、所以不要猜不要赌，大数据 AI 程式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，该多就多，该空就空，你不要猜，不要赌。所以今天一早 AI 程式已经清清楚楚的19987附近正式的转空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早990 970附近赶快去加码放空，空下来送分题嘛，300多点，恭喜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也不啰嗦啊、哦，也不啰嗦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已经一再的叮咛大家，警告大家啊、哦，你不要看台积电每天一个人飙风秀，对不对？70%以上的股票你要小心哎、欸，筹码大户筹码高档转空，股价是要怎样？要重挫大跌的嘛，你不能傻傻搞不清楚啊啊！台湾不是只有一档台积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被台积电搞昏头了啊！70%的股票你要小心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来，亲眼看一下，封关前高档转空的安国，今天怎么样？继续重挫嘛？哎，封关前到现在跌了快100块嘞，一张是不是10万？10张是不是100万？啊，聚友科封关前449高档转空给阿里阿壮，照样跌停嘛，是不是？啊，158嘞，一张你就赔10几万嘞，10张就150万嘞，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前两天涨停大涨的双红。张老师是不是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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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咛你，警告你在涨停的那一天还特别叮咛你啊，小心高档转空啊，给阿里双红看一下，杀了快100块，好不好啊？前几天还大涨创新高的旺系，今天呢照样跌停嘛，是不是啊？
所以恭喜大家哦，有听有保庇啦，对不对？股票要赚钱要实实在在，你只有把握底部起涨，你才有资格享受获利嘛，对不对？那跟你报告 AI 啊，引爆的是消费电子的商机，那 AIPC 今年也引爆整个换机潮，那当然在 AIPC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半导体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跟你叮咛，半导体你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啊啊！前几天还跟你特别特别交代的，对不对？三开头，三开头，三开头，台积电啊，日本厂的开幕，去年获利将近快一个股本，对不对？啊，股价从300多跌到150多块啊，三开头的啊，给阿里呢，是不是一早还冲到170附近嘛？还冲到170附近嘛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赚钱不能用赌的啊，把握底部起涨，实实在在，脚踏实地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封关前啊，请全国同学，对不对？重压什么？联亚、伟创，对不对？去年错过系统讯息倍数行情的，你要把握底部起涨啊！去年错过系统大涨2倍，去年错过讯息大涨1倍多，对不对？封关前跟你讲联亚 AI 高速传输啊，跟你讲讯息大涨1倍以后，那它的上游累积呢会开始大涨哦。那上游累积封关前送你的是什么？就联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联亚从90多，细光上游大涨，把握底部起涨，有没有涨？涨停突破100 120 130 140 150 165啊，你有没有很感动哦？封关前我们不是跟你设飞镖，哎，就这么两档股票，一个联亚，一个伟创，赚钱就是这样子哦。张老师不跟你，对不对？刚刚给你看了封关前很多人带你追啊，安国一大堆啊，到现在不知道赔到多惨啊，赔得很痛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听话啊，底部起涨你才会赚钱呢，高档转空照样重挫大跌啊。今天多少跌停板的股票啊？那联亚大涨70%，你有没有很感动？是不是？那你去年啊，去跟别的专家追什么神盾安国，那你很麻烦呢，你今天真的很麻烦呢，是不是很痛苦？对不对？那封关前听张老师的话，重压联亚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那当然涨多了，我讲过逢高要获利，逢高要获利啊，把握底部起涨。那错过联亚的封关前第二档就是 NVIDIA 的概念股，谁啊？伟创嘛，对不对？跟你讲伟创啊，打入 AI 三巨头，对不对？那从封关前90多块，是不是90多块？100 107 110 120 135，也让你大涨了40%了嘛。所以我们封关前送给大家两档股票，联亚、伟创都大涨了40%-50%，甚至60-70%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才是实实在在嘛。那来到130多块，讲了大涨40%，逢高要懂得获利一趟，因为伟创高档套牢筹码，对不对？在150、160高档有套牢筹码，所以来到130多块，大涨40%，是不是告诉你先获利一趟？获利一趟。但是拉回110多块，跟你讲拉回逢低可以再买啊。所以今天台股虽然开高杀低，对吧？一大堆股票跌停，伟创有跌吗？哦，伟创早盘甚至有没有再往120跑，大家自己去看好不好。那至于伟创会涨到哪，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啊。伟创不仅是 NVIDIA 概念股，甚至现在连 Dell 股价狂飙30%，都已经讲了它 AI 伺服器需求强劲，结果 Dell AI 伺服器主板的主要供应商又是伟创啊，所以你要小心啊。我认为伟创股价，对不对？不用看坏啊，还有机会上攻，还有机会上攻，是不是？那未来谁会大涨？未来谁会大涨 ？AI 高速传输啊，今年整个商机还是持续爆发，还是持续爆发。那错过联亚啊，大涨70%的，那这一档联亚第二，我已经一再事前跟大家叮咛哦，股价目前都还在30多块，跟国际大厂合作建造全新的网络，好不好？
多年来股价都在30多块，那大底完成，目前是一个标标准准底部起涨蓄势待喷的一个结构啊，所以趁台股目前啊一切的拉回，你要注意这档三十多块的股票联雅第二何时会站上四字头啊，一旦站上四字头你要小心哦，整个底部起涨大波段行情将会正式的展开啊，所以 AI 高速传输错过联雅的好不好，联雅第二你要好好把握，谨慎跟上啊，再来 AI 消费电子引爆换机潮，对不对，那半导体的复苏那这一档三开头的啊，日本厂开幕，那去年的获利将近一个股本，对不对，股价前几天还在150多块，今天一早是不是往170冲啊，是不是往170冲啊，啊，所以 AI 半导体的商机也好啊，那至于大户 AI 操盘法 AI 城市，不要猜不要赌嘛，今天一早台股指数大涨到20000，操作指数的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，你傻傻的做多麻烦了，马上杀300多点，你昏了对不对啊，所以跟紧 AI 城市，今天 AI 城市一早啊，白纸黑字19987转空翻蓝翻绿转空，就这么简单， AI 城市一早19987翻绿转空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早9点多，对不对，张老师告诉你19990附近赶快逢高去放空，因为 AI 城市转空，一空下来不多300多点送分题，是吧，所以欢迎全国同学不要猜不要赌，把 AI 操盘城市把专业的工具带回去跟上脚步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广回来继续再请大文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回到大户筹码，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大文老师。恭喜全国啊同学，那昨天台积电大涨创新高，赵老师已经公开警告你要小心哦，70%以上股票不动的哦，对不对，为什么，大户筹码一旦高档转空，股价是要大跌惨套赔钱的，有没有，封关前转空的安国你告诉我重挫大跌，跌了快100块，具有科转空高档转空重挫大跌，今天跌停，双红前几天涨停创新高，警告你高档转空，今天持续下杀跌了快100块啊，旺系前一天高档转空，今天照样跌停锁死嘛，是不是，所以只有把握底部起涨啊，那 AI 半导体的商机150多块，今天一早还往170冲哦，对不对，好，那股票就是这么简单，去年错过系统讯息的，对不对，封关前送你的联雅从90多100 120 130 140 150 165，哎，你有没有很感动哦，一口气大涨70%，哎，100万就70万，哎，200万就100多万，哎，300万送你200万嘛，对不对，那你封关前你很遗憾去追高档转空的股票，到今天是很惨的哦，是很惨的哦，200多万剩100万哦，是不是，把握底部起涨啊，那错过联雅的封关前送你的伟创一样，从90多100 107 135大涨40%逢高获利，但是拉回110多块，你不要看坏伟创，不要看坏伟创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伟创现在不仅 NVIDIA 甚至连 Dell 主要的伺服器供应商就是伟创，好不好，所以伟创未来股价啊，伟创未来股价还是有机会往上攻啊，那未来谁会大涨，那错过联雅的这一档联雅第二啊，这么多年来占30多块，已经形成大底完成，而且底部即将起涨的结构哦，你要特别小心哦，所以股价一旦给它站上40的话，你要小心啊，后面会不会有大波段的行情展开，值得你特别关注跟上脚步，那再来就是跟你讲半导体，对不对，从150多今天一早也是往170冲，好不好，那再来 AI 城市操盘法嘛，今天已经是大数据 AI 城市的时代了嘛，
哦，尤其操作指数同学，你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啦，不能猜不能赌。 AI 程式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，你只要傻傻的跟着 SOP 执行操作嘛，傻人是不是有傻福啊，对不对？不要猜不要赌。所以今天一早为什么九点多台指上攻两万，全市场都在兴奋，那我们 AI 程式带着全国同学在干什么？19990970附近逢高空嘛，对不对？别人在傻傻的搞不清楚，我们带领全国同学把握逢高放空，在两万点附近放空。为什么要空呢？来，答案在这里。 AI 程式一早19987 AI 程式翻蓝转空嘛，是不是？翻绿转空就这么简单嘛，一空下来，全国同学300多点送分题耶，你要不要啊？一天300多点的行情，你要不要？是不是？今天一口7万呢？啊，晚上可以庆祝全家，对不对？三八妇女节，带你妈带老婆，对不对？7万吃什么吃不完啊？恭喜大家了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想跟上脚步的，把专业的工具 AI 程式带回去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，请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，也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